这样的功能，除非 SMT 有一个副跟主的站位，它可能有这样的，但是它没有说把它循环过来再过来这边的，它一个弯 cycle 之后机器它就停止了，它就不会再自动的过来这样的，用人工按一下它这样才可以重复这样的。这种的话，相当于端子可以处理的吧？端子元件。端子元件，你的意思是管装的是吧？不是，就散装的那种。 还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就那个插线的那个端子。插线哪个？两个角的那种，一个铁片，两个角。这个我要看一下它的实物材质。这个。